给你的生活应该减轻了很多的那个，负对不担，对？减轻了很多负担，现在努力奔赴着自己有一套房子，还没奔赴到，往一套房子上奔赴。已经很优秀了，我看你还有吹那个是不是？对呀，我不光是直播呀，有些时候我跟你说，我很少打 PK 的，真的很少打 PK，一天的话最多也不超过3场，我几乎很少打 PK。然后每天就是基本上的话，就像我干我自己那个吹那个也好，唱那个也好，我一年也能挣个7、8万块钱。那挺好的。嗯，光干这个的话，一年也能挣到7、8万块钱。然后光加上直播的话，这一年算起来的话，也差不多有12、3万吧。12、3万算起来的话，也确实不止了吧，差不多也有个15万左右。15万，你想想看，我头2年我一直在还债当中，行，现在加油。带着2个孩子，这2个孩子天天管我要钱。我跟你说，我家老大，我家大女儿啊，天天管我妈妈，你今天还欠我20块钱没给，然后呢，妈妈你今天还欠我的，你看我一个劲儿给孩子在放红包，在转红包，都是老大给我，那你看这都是账单，每天都要给你转红包。你老公呢？我跟你一样的呀，我离异了，离了7、8年了，离婚了，那孩子他爸不管吗？几乎不管，没有说管吧，管了没有用，管是哎尽呀，皮我的算娘皮的事嘞！儿，单身的人都来开直播了，不开直我播发现，没出路啊，是不是？我发现全网都是单身，都来开直播了。不开直播的话，但是我们只要是正规的直播，就像我跟你一样的，我感觉你也确实挺好的，啊。确实挺好的，我很少关注一个女主播能关注这么长时间的，而且玩着玩着，有些时候我跟你说，他们都太高调了，时间慢慢就脱离轨道，忘记初心了，都会，他们各自都会忘记初心了，慢慢就脱离轨道了，都不一样了，真的确实是这样子的。你一个人带2个小孩，多大了？你的孩子？老大16呀，老二12呀，正是都是用钱的时候呀。他爸不给抚养费吗？我直播间老元老都知道卖惨，我卖啥个惨？我直播间的大哥都知道，就是我直播间的那个什么龙少在韩国，就是我大女儿他亲爹，我二女儿的他亲爹，我结过2次婚，离过2次婚，2个孩子，啊，然后我老二他爸也是这样子的，龙少什么在韩国，他进我直播间了，啊，你们怼他，他能敢放个屁不？还卖惨，惨就惨，比我惨的人更多了，有啥可卖的？这就是事实，有啥可卖的？人家比我惨的人多了去了，人家缺胳膊断腿的人都有，还卖惨，我用得着卖？还准备再婚不？三婚不？婚的啥呀？婚呢？有缘再说吧。等俩孩子都能够怎么说呢？自力更生了，就像我老二，能够学习好了，考上大学了，能给我争气了。那再说，再谈婚论嫁的事儿吧。少来夫妻老来伴，总归还是需要的。好。是吧？你今年多大了？你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俺这直播间里面有？不用，离得太远了，不用了，这话扯远了。真你的，自己都没有找成，还管我要，真是的，他们你把看不你，上我，他嫌我分那个两个孩子，知道吧？你先把你自己整成对象了。他看不上我家的大哥。要不要？哎，阿酷。要不要你说给你介绍几个？对，我家大哥说了，要不要给你介绍几个？那来吧，来吧，不几点关？来吧，只要他不嫌弃我就行。你们家大哥有实力不？再干一把总票。再干嘛总票？嗯呢。行，输了干啥？欢迎从头再来个。来，你说吧。输了，做个体罚吧，行不行？嗯，行，啥样的地有，方？做个俯卧撑吧，行不行？行，绝对就没问三十题。个，啊，30个，30个做多完少之次后，少了？30个我估计我做完之后明天起不来了。行，我接，但是三十个不那能就一二次十性，个。不是30个不能一次性完成就行啊。我做的不标准呢，我也我做的没不标事，准。我就看喜欢看你做的俯卧撑，你打见俯过卧。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俯卧撑我们家老有欣赏能力了，感谢我二祖哥啊！他们家是不是我又做的传了？俯卧撑不好，现在我的娘嘞，那几个女的全部做我那样的俯卧撑，
真的，都是这样的，像性质都是相同的。来呀，赶紧的，我等你啊，大哥有事，快点。哎呀妈呀，那行吧，欢迎我霸气十足，打的是总票啊。你先忙你的也行啊，独狼哥。打的是总票来啊，他们家有条件，他们家大哥来了，你看，打的是总票，黄金三十秒。谢谢我军哥，哎，感谢我军哥，谢谢大哥。哎呀妈呀！谢谢俺拼搏哥，感谢拼搏哥。哇哦！现在手术室里翻倍哥们，谢谢大哥，咱打在黄。欢迎我往事随风哥，打的是总票，打的是总票，直播间所有的宝子们，打的是总票，最后的十秒，欢迎我往事随风哥。往事随风哥哥是刚刚回家吗？黄金三十秒，打的是总票，打的是总票，这把打的是总票了。直播间所有的宝子们，我输给他一把了，我不服输。我跟他打了好几把了，我总是输。谢谢我阿东哥哥的跑车，谢谢我阿东哥哥的跑车，打的是总票，打的是总票。感谢我家往事随风哥，谢谢我往事随风哥哥。今天晚上没有打麻将吗？感谢我往事随风哥哥，谢谢哥哥的私人飞机，感谢大哥的私人飞机，欢迎单身小弟，单身小弟你可别来了，感谢我往事随风哥哥。谢我王氏随风哥哥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成为本场第三位1000个贡献用户。咱直播间的话，需要打的是凝聚力啊！门外的大哥小弟，能帮忙丫头搂一把的，帮忙丫头占个榜。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。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啊！打总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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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众筹一下。打总票是众筹，他们家是7000多分儿。打总票众筹，左上方的福袋。为什么叫我不要来了？单身小弟，我怕你对我另有企图。你对我有没有另外企图啊？单身小弟，为什么叫你不要来？感谢我小雨的灯牌，需要3139个。完，我完犊操了！他们家这大哥呢，太有实力了。哎呀妈呀！你看，要是打榜的话，他们家也是现在已经占了5个榜了。我都不见得我自己能战胜的他呀！哎呀，我去！这有点渺茫了，都给我打的有点渺茫了，虚无缥缈的感觉了。往事随风哥，这头发我自己剪的，你看还行不？感谢我阿东哥啊，奔着丫头的掌管去，谢谢我阿东哥哥。还差1939个 PK 值，需要众筹的力量，需要众筹的力量啊！说归说，笑归笑，闹归闹，咱们不拿 PK 开玩笑，众筹。专业哥，独宠哥上！哎妈呀，独宠哥上！感谢我老苗哥，妈呀，总票看来有实力对抗啊！感谢我老苗哥，谢谢我老苗哥哥，欢迎我秋哥，打总众筹，还差739个，我们的加成票第一把没有过去，欢迎挂了！哎呀，挑战失败了。最后一秒的时候挑战失败了。感谢我往事随风哥，够意思了，我需要的是众筹，我不希望一个大哥上，门外的大哥小弟能搭把手。哎呦，撇性啊，光特别的。撇性啊，光不服兴趣，光特别的，给结账的帮我光太逼太了，打的是总票啊！他们家有一个拼搏哥，还有一个阿阔哥，李女士，很棒的。专业哥，秦姐上，我不赞同秦姐上。秦姐她是作为一个怎么说呢？哎呀，好大姐，她是一个女人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专业哥。但是我也很感谢你刚才给丫头上的亲吻啊，专业哥，我呢也很已经有关注你了，专业哥，可能您是我的快乐哥吧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是我的哪位大哥，应该是我的快乐哥哥。感谢我家老苗哥哥的跑车，谢我老苗哥哥的跑车，打的是众筹票，还有5分钟的时间啊。他家的两个管理都灯面都非常高嘞，真的。他家两个管理灯面都非常高，一个19级的灯面。这个就叫实力，谢谢我专业哥，感谢我家子墨，我们家大哥都来了，我第一把输给他了。
往展馆上走一走，我们往展馆上走没一走，有咱大们哥在，没意走。外，承诺你也得上，还有大哥在，你小弟也得上一下，花小弟也要上呀。花开弟弟，你上不？感谢我家子墨。弟弟，你也得给姐姐上一点，不能光让大哥上，大哥也累。我小家伙没米，有哦，弟弟，你还年轻。感谢我阿东哥哥，谢谢我老苗哥，感谢。